小明啊，这边，哎，进入，长官，哎，哎，阿妈，要食水饺哟，几粒？无啦，阮打食饱了啦。啊，水饺吼，后一届才来跟恁交班，好。啊，其实阮今仔日来吼，是有重要代志，要找恁阿母参详啊。是啊。参详？哎呦，政府真罕咧主动找人参详代志呢。今仔日这件代志应该有较大条吼。无啦，讲大条嘛，无讲介大条，别想个遮尔严重啦，吼。坐啦，坐啦，大家讲啊。哦，坐讲。哦，坐讲。啊，是啥物代志啊？啊，是安尼啦，啊，就阮正想哦，想要创立一个家己的服装品牌啦，啊，伊个生产啦、设计啦、销售拢要家己来，啊，即马哦，啥物代志哦，拢准备好，干那欠一个东风。欠东风？哈。哦，我听有啦，迄东风就是钱的意思，欠钱啦。啊，对啦，迄正想的资金哦，阁无啥够啦，我只要想讲找厝边头尾啊，来问看卖。看大家哦，会当贷款给伊无？哎，是啊，啊你放心，迄利息哦一定比银行啊悬，啊若赚到钱哦，马上还给大家。哎，等，这个代志哦，十五年前哦，爸爸有发生过呢，只不过伊个时阵哦，四界出来共借钱，敢是我呢。怎啊，阿冠？哎，心脏无够大粒，是袂当乌白创业，啊这你敢有甲恁正常讲啊？有啦。我是有甲正祥讲哦，迄创业的风险哦是足大个啦。啊，不过囡仔着有心要拼啊，阮这做时代哦，当然嘛要尽量甲伊支持啊。对啦，啊是讲哦，恁遐若有钱哦，会当借阮。啊哦，迄钱着当作放伫阮家，啊趁利息，莫有压力啦。即嘛还阁差偌济啊？啊，本来是讲阁差150,000啦，啊不过拄则哦，我有去找迄个主委啦，伊讲伊要摕50出来。啊，搁迄文上较美丽啊！伊嘛讲要摕50,000出来，所以即马吼，搁差50,000啦。50,000哦，嘿，讲济是无济啦，啊，不过讲少吼嘛袂少吼。小明啊，是你放心，这钱吼是我出面来借的，我一定负责到底啦。吼，啊，不管迄正常的事业做了安怎啦，啊，该还给大家吼，我连本带利一元银哦都袂减还的。哦，你为了你未来囝婿，真正啥物拢摕出来呢？有气魄啦！伊哦，就是这样气魄，我唔才晒衫裤。成功正经代志啦，好。哎，小明啊，若是安尼，应该信我会过啦。当然信你会过啊，啊，不过这吼……哎呦，搁你还唔够啥？再50,000哦，我借。咱倒位来钱啦？啊！你拄则毋是讲你口罩内底阁有淡薄仔钱啊？先借人啊？迄是囡仔结婚基金呢。哎呦，两个哦，迄男朋友女朋友拢无一个撇嘞。哎，先借人啦，对无？阿宽啊，啊，你爱甲正祥讲吼，好好创业，啊，创业成功嘛是算替咱圆一个梦啊。啊，我多谢咱上美丽的李长啦！啊，恁哦，今日这么支持阮正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叫伊好好加油，袂让恁失望的。好，多谢啦，多谢。没得，没得，多谢，多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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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好，好，正祥啊，也是足不简单哦，才赚到这条钱，啊，希望也能帮助你。来，收来。多谢你啊！哦，我是咧哭。嘿，恁母啊，之前破袂干安尼，我都毋捌看过流几滴啊目屎，即摆摕着是感动干安尼。我想要激动啊，阿哥，真正足欢喜。知啦，跟你讲声笑。即摆吼，阁毋是欢喜的时阵啊，家己准备好吼，敢若是拄开始尔。我是甲你讲啊，这开公司做品牌吼，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啊。说落来哦，得拄着搁较侪考验，啊，面对搁较侪压力啊。我希望你哦，不管拄着啥物困难，都要坚持落去，知无？姐，你放心嘛，我一定拼出成绩。等我赚大钱哦，我就把这笔钱连本带利的行李，
寡替阮母啊买一间豪宅啊。哦哟，唔通唔通，我唔免住什么豪宅啦。啊，你若真正要买厝，你爱先买你个家父起家厝。安尼哦，就买两间，我爱互你甲嘉文过好日子。你唔好刚想到我甲嘉文啊，你袂记哦，想听你的正话节啊。啊，是讲是讲，无紧啦，无紧啦。以后你买我的对无？啊，我看你做位大头啊！就是讲啊，阿嘉文的爸爸就是我的爸爸，我做咧会友好伊啦。对啦对啦，大家拢一家人啦吼，阿麦徛咧讲，咱坐咧讲，好不好？卡正声。对啦对啦。其实哦，你把家己照顾好，就是友好啊啦。这下，从今仔开始哦，你就专心专力去拼你的事业，厝内代志免你烦恼啊。啊！你妈妈，我来帮你照顾，哦。你大家听着重点无？伊讲，你妈妈伊来照顾，哥，伊来照顾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哦，嘿哦，我家门口这下拢是真，伊哦，你爱搞照顾，哦哦，你爱讲话算话哦。好好啦好啦，恁母我囝是你创啊啦，坐我啦，我真是哦。欢喜我。对嘛，我跟你讲啦，查甫人哦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安尼赢我。可以，真相。既然即马资金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以后你着用心去拼，好好做。啊，这张机票赶紧调给恁同学。哇，绝对袂辜负你的支持啦！我先出门啊。嗯，好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啊，努力顺利啊！哈。哇！阿官啊，你要出头天啊呢？先叫一下当牛听看麦。蔡总娘，哈哈，你好你好。好，哦，你嘛是头家啊呢？伊离婚人嘛。好，阿妹。我讲到这来了。好，麦。